我是金妮帕恰。今天我在拍这个视频呢，首先是要为大家介绍一个在曼谷的最新最大型的批发市场，这里叫做新三品二。这个市场定位于嘎拉巴克这条街道上，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这个名字，或者曾经路过，或者略有所闻。这里大概有400多家的批发商，卖着各种各样的产品，例如家庭电器、日常用品、服装、袜子、鞋子、食物以及餐厅等等。希望您现在在收看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帮我分享出去，或者介绍给你的朋友圈有这个市场的存在。最后呢，我本人基地帕恰是一位中文的教师，我准备又在新三品二这里开一个免费的中文补习班，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4点，这个课程叫汉语贸易对话班。为了帮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提高他们的中文水平或者他们的沟通能力，帮助他们去如何跟华人从来自各国各地的商人做生意。如果您兴趣的话，可以联系以下的号码0831790006，或者我的 LINE APP。欢迎每个朋友来我这里参加我的绘画班，再见。